图铺机械臂数字孪生实操展示，设备按键与数字孪生界面按钮相对应，竖屏控制，点击原点按钮归位，点击单循环按钮触发机械臂启动，放入抓取物体界面中，同时识别物体并显示模型。设备控制机械臂急停操作，点击平板界面原点按钮控制机械臂归位，物理按键控制，按原点物理按钮机械臂归位，按单循环按钮启动机械臂，放入目标抓取物体，按设备上的停止按钮急停，按原点按钮机械臂归位，异常检测与处置，在机械臂启动时瞬间抽走目标物体，数字孪生界面中实时识别异常状态，目标模型消失，控制机械臂归位 VR AR 控制，用 VR 手柄在图铺数字孪生 VR 场景中控制机械臂启动，也可控制机械臂急停等操作。